大家坐一下，累了吧？不累，不累，不累。今天我们在即将开工的正安吉他工业园区开个现场会。4个月过后，我们就要在对面那片山坡上修起第一栋厂房。下面，我们请邓书记给我们做一个现场动员。好好好，同志们，大家都知道。 在贵州全省，咱们县是有名的贫困县。按说，应该选择一些产出高、对 GDP 贡献大的项目来发展，比如说咱们论证多次的铝矿。可是就在10天以前，咱们县常委啊开了一个会，确定了吉他产业园这个项目。那么，为什么要上这个项目？ 因为这个项目能让千千万万的正安家庭团圆，能让千千万万的正安百姓获益，这个项目对我们的好处更大，所以说，这个项目也势在必行。对。什么？回正安办厂？哎，庆华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回正安办厂，厂房。 场地、宿舍、水电、库房，还有这个原材料的装配、产品的销售，你这回办正安办厂，你就是个死，你知道吗？啊！你再好好看一看，除了人工跟设备，其他都不用我们管。啊？那不就是拎包入住了吗？怎么样？跟不跟我回去？ 我当然想跟你回去了，我回去好照顾我妈呀。可是，明哥怎么说呀？我看他自打回来就黑着个脸，你们俩又吵架了。怎么会呢？哎，对了，那个张姨她也回去，她回去干嘛？她又不是铁原的股东了。她呢，回去办个分厂，给吉他厂做配套。哎，你考虑的挺全面呐。嗯。看来这事儿是真的喽。当然。哎，那。 明哥回去吗？他要不回去呢，就让他留在广州天元，我回去办个分厂。哎，那我的股份是在总厂还是在分厂？这个回头再说。你呀，真要跟我一起回去的话，我们带一条生产线，好的设备留给我哥，我们要次要的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明哥不会跟你争设备了啊。对了。 你呢？先按照这个清单列出一个详细的报表，我按报表给我哥去的。嗯，那好，那我先过去。赶紧去忙吧。这个清华，他要走你就让他走嘛，他走他的，你干你的，大不了就分家不就完了吗？ 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的，就按照股份嘛，该怎么分怎么分，对吧？哎呀，行了，你给我闭嘴吧你！哎呦，哎你，你什么都不让我说的，我憋得难受怎么办？我问你，我怎么跟你讲的？啊，你给我讲的，不准说清华，也不准问什么。 我要是跟他调到河里，你现在就有谁这样的傻问题。如果问的话，你就把我撂河里。我说你这记性不是挺好的吗？这是我的耻辱。我问你啊，你说我让清华回正安去办一个分厂好，还是说按你说的？ 我跟清华分家好，我不说，跟清华有关的问题，你压根就别问我。没事儿，今天例外，你说没关系。要我说呀，你们兄弟俩早就应该一拍两散，一刀两断。我说你，不是，我说的是做生意，你们两个该是兄弟还是兄弟？
要是按照你说的去做，那会不会太过分了？哎呦，这跟过不过分有什么关系呀？哎，你想想，你跟他都是天元厂的股东吧？啊，这个厂的地址在哪？在广州。那他现在，他要回正安去，那你不愿意回，那就很简单了呀。咱按照股份该怎么分怎么分，这跟对错没有关系的。行吧，这事你也别掺和了啊。我不掺和啊，但是有一点，只要你不回老家去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那我要是回去呢？清明啊，你能不能不要跟你这个弟弟胡闹啊？你自己想一想，这件事情他像话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其他你说什么我全都可以听你的，但是这件事情绝对不行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真敢回去投资，我立马把账户给冻结了。老公啊，我不回去投资也行。那你说，那个妍妍跟凯乐的事情怎么办？我不管了。哎，你自己跟严正刚说。哎，老婆，这不管怎么行啊！哎，老婆，你不能让我娶了儿媳妇还到处嫁妆吧？好，我现在打电话给凯乐，你自己跟他说啊。你，我都跟我妈说好了，谁知道我爸不同意啊？你爸怎么是这种人呢？哎，我当时可是跟我爸说的死死的。我知道，知道。我怎么跟我爸说呀？我爸怎么跟清华哥说啊？再说了，不能因为你爸出尔反尔，就让我爸变成个骗子吧？不是，你别着急，你就跟清华哥说，我爸变卦了，先把你爸摘干净了，别让清华哥拿你爸骗的当借口。不是，宝贝儿，你别生气，我去跟我爸说。小娜姐，哎，林妍妍，清华哥在吗？他没在，你给他打电话嘛。我给他打了没接，你再打一个试试。他手机没带，里边呢。那我跟你说，你转达他啊。林凯乐说他爸爸不同意他妈妈去正安建分公司。啊？嗯。什么？妍妍亲口跟你说的？对啊，我还能骗你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件事情严叔肯定是骗了你们的。严叔怎么可能骗我们呢？这世界上的骗都死光了，也轮不到严叔啊。那会是谁呢？花姨。哎，不管是谁了，反正这事儿肯定是个局。那怎么办啊？咋办？你别掺和啊！这事儿赶紧去找清华，让清华给妍妍回电话，让妍妍亲口告诉他。哦。哎，等等，哎，老公啊，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要劝劝清华，那不能让他傻不拉几的，明明知道是个坑还让他往里跳。我怎么劝他？他不搞大学那事儿跟我商量过吗？他在广州干那些事儿，哪句听我劝啊？啊，最后还不是我给他擦屁股，真是的。那你真不去劝劝他呀？随他去。等他撞得头破血流啊，他就知道疼了。嗨，不是我说，你那弟弟他是长记性的人吗？啊，那在恒生的时候，那公安局都去了，那不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吗？你现在说你不管，到回头啊，他碰得头破血流的时候，还不都是你的事儿？哎呀，行了，我告诉你啊，还是那句话，我能说你不能。你是他嫂子，他哥还在这儿呢。我们两个就算打断了骨头，筋还连着呢。你呢？打断了不就打断了？你凭什么说的？啊？
哎，行了，赶紧去找清华，让他给妍妍回电话，快去。不说就不说。那个花姨她不回咱们正安县投资的事情你知道了吗？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哎，张景花不是已经收好了的吗？清华有什么变化吗？哦，清华她还不知道这事儿呢。叶叔，我有一个这样的想法。嗯，我们厂呢给咱们县里捐一条生产线，咱们县里呢自己组织生产，但这个清华他回不去了，而且我们广州的厂子也离不开他。啊，叶叔啊，我的想法呢，你再考虑考虑，回头我等你消息。好。县长，这么突然急着去广州，是不方清华有什么变化？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广州？如果顺利的话，明天早上就能到。方清华的态度有没有变化，现在还不清楚。可是这个方清明的态度变化挺大的。到了再说吧。好的，那县长你先休息一下吧。你看，所有的优惠政策和预计减少的产量、订单量相抵之后，这个是预计减少的额度。从搬迁到设备安装调试，再到少量的试产，最后到批量的生产，耗时要45天以上。这是影响的产量，最后是运费和五五工期间的工资，没有200万拿不下来。这还不算其他的成本增加部分。安静啊，你应该相信我，也应该相信政府和严叔。这次我回正安办厂啊，更多的是对家乡的一种情怀。为了我丈夫的情怀，我只能跟着买单了。哎，我去开门啊，来了。小王，电话又忘了。看看多少电话找你。哎呦，炸翻天了！来，快请坐。不用脱鞋。不用。天儿哥。哎，安静点啊！我给你倒杯水啊。哎，清华。嗯。花姨说不去了，咋办啊？张景华不去了。对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刚才妍妍打电话找不着你，她就去厂里了。去厂里，然后就碰着大嫂了。碰着大嫂呢，跟大嫂说完这个事儿，大嫂就在厂里等你，等你半天，你也不……哎呀，行，你给妍妍打个电话就知道啊。怎么说变卦就变卦呢？都，刚才算的数据里面还不算原料和配套成本的增加。如果张景华不去，这些都得重新算。哎，所以说你赶紧给妍妍打个电话，问问她。哎，妍妍，这花姨怎么就不去了呢？怎么回事啊？喂，清华哥，我快急死了！我爸他真没骗你，林凯乐去找他爸爸去了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清华哥，怎么办啊？好了，你也别着急，等等林凯乐那边消息吧。啊，
行了，我先挂了。哎，清华，这花姨不去了，咱们不能干赔本的买卖，这不明摆着往火坑里跳吗？张小文，我要是往火坑里跳，我也不会拉着你的。这叫什么话呀？哎，咱俩这关系，你往火坑里跳，我能不拉你啊？那我一拉你，你把我拽下去了怎么办？哎，要我说呀，花姨跟严叔两个人是亲家，他不去了，你也别去了啊。那如果说我执意要去呢？你傻呀，这明摆了是个局啊！啊，那他们不干，为什么让你去干呢？娟儿哥，让青花再想想吧。哎，好吧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你要的报表，明哥呢也做了一份。明哥说呀，按他做的那份分家。那你们忙，我先走了。啊，我送你，你再好好想想。喂，啊，嫂子，嗯，慢走啊，小哥。好，好，好，嗯。清华，嫂子说哥要找你谈谈。张锦花不回正安，是意料之中的。不过现在说也不晚，你还有时间，可以重新考虑。哥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我也知道你早就对我寒心了，懒得再回老家这件事上来干涉我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我回老家不是因为张锦花回去，而是严叔骂的对。我们不能拿着亲情跟对家乡的感情来换钱。难道你可以拿着亲情和家乡的感情来赔钱吗？清华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再跟你吵了。我们都是普通人，挑不起那么重的担子。与其说拿着几百万回老家去赔钱，不如捐一条生产线给县里，让他们自己组织生产，这也算是我们尽力了。你是不是跟严叔已经说了？说了。清华，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了你努力。出尔反尔，我真的懒得跟你聊。我觉得你应该跟你哥好好谈谈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样做他会很生气啊？他生气？那他跟严叔打电话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会生气呢？有没有想过严叔会生气啊？哎，你不能跟他赌气。他就像个家长一样，位置不同，当然想法也不同了。就算他是家长，我也不是孩子呀。孩子永远不承认自己是孩子。那你觉得你是家长还是孩子呢？有时候觉得自己是家长，得替你操心。有时候觉得自己是孩子，得拿你做依靠。严叔总说我不按照良心做事，但是我这一次呢，必须按照良心来做事，再难都做。明天啊，我就去厂里清理设备，跟我哥分家。嗯，有没有很难过？我必须得这么做呀。你要决定了就去做，我支持你。
就是要让你们兄弟俩回来，只有你们来了才能起到带动作用。可我是真心希望你们俩能跟我一起来改变自己的家乡，我希望你们做这个时代有担当的大男人。大家应该都到齐了吧？各位兄弟姐妹们，大家也都知道了，我呢要回正安办厂了，而我哥选择留下来。大家先别着急，一会儿啊我会给每个人表决的机会，而我现在想要说的呢，就是我跟我哥是分家不分锅，还是好兄弟，还是一家人。只不过人各有志，就不强求了。我跟我哥呀，就像红军的长征里面一样，红一方面军跟红四方面军只是暂时分开战斗，总有一天呢他们会胜利会师。所以说跟我杀回正安的兄弟一定要高高兴兴地回去，愿意跟我哥留下的弟兄们更不用沮丧，而且你们都要好好的欢送我们。花哥，那回正安以后工资少不少啊？对呀，工资少。我向大家保证，回正安的兄弟们条件待遇跟这里一模一样。我想，就老家那山沟沟里头，高速公路都没有，怎么建其他厂啊？可别冲动啊，花总。回正安办厂的，的确是有风险。生产环境、招工、进料、销售，这都是问题。但是我们现在严县长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。男儿建功立业，就要不断的割舍安宁，挑战风险。兄弟姐妹们，你们仔细想一想，如果说我们回正安办厂成功了，大家就可以经常的回家看看，你们家的老人就不会是空巢老人，而你们家的孩子也不再是留守儿童。当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，我哥呢，他不会空着手让我回去的。他已经答应我，把我们厂的第二条流水生产线的所有设备，还有一部分资金、订单，都让我带回去。所以说，我们这次回正安办厂，正所谓有备而来。老家的政府也给我们开了很多优惠政策。总而言之，自己走自己的路，自己站自己的队，全凭自愿，从不勉强。我兄弟说的没有错，我们兄弟两个分家不分锅，在哪边干都一样。想离自己的亲人近一点，就回正安去；想在广州继续工作，就留下来。你们安心的选择吧。现在，愿意跟我回正安的兄弟们，请站我这边；想跟我哥留下的，就站到我哥那边去。大家表决吧。Thank you.
什么机制啊？马上就能枪手吧？回家。你看这个，各位，你看这个兵牌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我们车上的23位是什么？掀起了对对对，我们的任务是。打前站，说得好，我们就是去打前站的。只有把流水线做出来，生产出第一批吉他，那后面的65人他们才会过来。没错，这帮人啊，我跟大家说，鸡贼得很。他们叫什么？不见兔子不撒鹰啊！就是对，就是。我们要是不把第一批吉他做出来的话，他们肯定是不会来的。那我们这样能让他们看扁吗？不能。华总，我有个问题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厂子办回正安以后还叫天元吗？叫明华吉他厂。明华吉他厂。清明的明，清华的华。好。各位，清华带我们回正安办新厂，清明留在了广州。哥俩虽然分开了，但是正安的新厂还是带着哥哥的名字，这说明什么？这兄弟俩重感情，讲义气啊！是啊，真有义气！说完了。各位，你们愿意追随我方清华回乡，我今天呢，也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。我宣布，第一批明华吉他厂的员工，将实行全员持股制。持股。仅限于我们车上的23位。真的是让他们不来。我跟大家说啊，哎呦，这股权的具体分配方案呢，我回头再给大家细说。好啊，大家也不用掏钱，给多给少呢，大家就别见怪了。但是我相信啊，我们一定能赚得更多，分得更多。好，回去。看我给你算算啊，工钱加上进料，再加上配件，加上广东额外的远途运输费，你看了吗？你说这配料价格怎么就这么高呢？对呀。人家说了，这正安就你们一家吉他厂，无论是什么板材、饼料、五金件，都是给我们一家送货。你这个远途运输又加上数量起不来，那单价当然高了。是啊，这里不比广州，有效益，有规模，还有成套设施。这点我早就想到了。我跟你说，这还是进货的，我还没给你算出货的呢。啊，你算算啊。一个9米6的卡车能装1000把吉他，每一把吉他就得单独加出20块钱的运费，那么这一辆卡车就得多出20000块钱的运费。亏了，亏了，亏大了！我跟你说，我还没跟你算那个什么时间成本呢，人工成本呢，包括咱们这还经常的停水、停电，什么误工费呀，什么劳务费、加班。哎呀，行了。这次回乡，这些事情我们不是早就想到的吗？啊，是，想到了。但你不是说了吗？进厂以后，其他厂也会跟进，什么木料啊、配件也会跟进啊。这都2月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，大哥。哎呀，你别着急呀、啊。我再催催严叔，他在广州招商呢。抓点紧吧，咱们挺不了多久。知道了。再见。清华，哎，严叔，我跟你说啊，严叔，
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吗？你在哪儿啊？我在办公楼的楼顶。你跳楼顶去干什么？你再不把那些厂子还有上下游配套的企业给招进来，我就要从这跳下去了。我看你也不是什么楚霸王，你就是一只打不死的小强嘛。行了，你别给我绕弯子了，说吧，有什么事儿？我说了呀，您得把其他厂子都给我招回来呀，还有上下游配套那些企业，你不能光耍我一个人吧？连叔，现在进出两头这个成本高得吓人，我第一批货就亏得很严重啊。先生，陈老板说今天下午不来，他临时有事儿要出外几天。啊？哎，清华，你稍微等一下啊。我们不是跟他约好了的吗？他说临时有事儿，我也没办法，要不我再问问。好，你再跟他约约时间。好。陈老板，哎，清华，清华，严叔啊啊，您说啊。清华，我现在这边这个招商工作呀，推进的很吃力，这边这些大老板，他们根本就看不上我们这些小地方来的人。清华，这样吧，既然你也很着急，要不你先过来帮帮我。反正你厂子那边有张小文帮你盯着生产嘛。哎，欢迎欢迎欢迎！哎，你好你好，你好，里边请里边请。请快，你好，你好，里边请来了，欢迎欢迎，请坐。你好，欢迎欢迎欢迎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请清华，你好你好。哟，黄总，你能来，真是太给我面子了。哎，清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还真的是冲你面子，我又不是郑安子。对，快快快，里边请里边请。行，那我先进去。哎，好，我先招呼一下啊。哎，客气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快请快请。请进，哥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忙着呢。啊，这，啊，我给你倒点水啊。哎呦，哥，我觉得还是习惯看你在工作台后啊。哎呀，你算是说到我心里了，整天对着客户跑单子，都快烦死我了，我都恨不得呀，恨不得他回来。哎，别说我了，说说你今天为什么来啊？那个，你怎么没跟清华去正安呢？我呢，在广州还有点事儿要处理，以后呢就把广州当成他的广州办事处。哦。对了，哥，清华的厂子叫明华吉他厂。他回来了，你知道吧？那你不去看看他？婷妹，我是他哥，难道不应该他先来看看我呀？他连我这个老婆都顾不上看吗？哥，你说你平时成熟稳健的，这一碰着你弟弟，你都不淡定。哎呦，小方老板，李总，哎呀，你能来，我真是太开心了。快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啊。清华，哎，说。行啊，看来这几年你在广州没白混呢。哎呦，叔，我这脸皮是越刷越薄啊，也就这一次了。一会儿啊，就看我怎么把他们搞定吧。快进去吧，哎，走。不好意思啊，让大家久等了啊。首先，我欢迎大家的光临，感谢大家今天能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参加我们这个招商座谈会。我知道大家都是广州吉他制造行业的领军人物、杰出代表啊。之前
我们也拜访过你们当中的一些老总，另外一些人可能因为太忙了，我们没见着。没关系，今天大家都来了，这就是最好的安排。我知道，你还在气他离开你。他是我弟弟。我知道，但这次是严叔招商遇到困难了，找他去帮忙的。你不看好啊？清华可是动用了好多资源，找了好多人呢。他呀，请再多的人也没有用，因为那个地方的基本条件根本就不成熟。说的是，他后来出了好多问题，所以这不想请哥去帮他站站台吗？你就算不为了清华，你就当是为了严叔，为了正安。我就用不着了吧？他现在那么厉害，成千上万的单子都能签下来，那是王牌销售啊。哥，他没了你不行。李妹，你不是为了郑安，也不是为了严叔，我知道你是为了他。各位前辈，各位老板，县长今天说让我现身说法，我真的是不敢当。我呢，就把这次去郑安啊，所有的想法、所见所闻，跟各位前辈报告一下，跟各位老板一起分享一下。可在那儿，如果只有他一家的话，就算他是孙猴子，没有规模效应，没有产业链的配合，他是做不下去的。外面都说清华聪明，清明稳当，要我看，在聪明上，哥你是更胜他一筹，只是你深藏不露。你能这么为他着想，我真的很欣慰。不过，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吧，贤内助。这综上所述啊，郑安县的人民政府还是很有诚意，想请大家过去的。不仅给我们创造了很良好的环境，还推出了很优惠的政策。俗话说得好，在商言商，在座的各位有哪个不喜欢挣钱的呢？但是，如果说我回到郑安去办厂，挣不着钱的话，就算我是郑安人，我都不会回去的。咱们自家人关起门来说实话，你说，我就不想为自己的家乡办点事儿吗？我不想帮帮严叔吗？你以为我愿意老乡们在背后指着我鼻子骂吗？那你为什么不回去啊？因为我回去会给他们盼头，希望越大，失望也就越大。因为我回去根本解决不了基本问题，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他们只能更失望。咱在座呢都是自己人，知根知底的，就甭说这也没用了。你回去这几个月做出一批青梅啊？做出来了，来广州之前新的一批货已经进了包装车间了。好，既然做出一批货了，你也说了啊，在商言商，那咱们就算算账啊。清华，咱们先说说板材，你多少钱进的？要算上运费哦。是啊，你还当商业机密啊？开工厂做琴这点账，你还有什么瞒得过我们啊？对呀。哎，好，今天啊，我都给大家招了，行不行？行。而且他找的那些人，我都认识，全都是行家。人家只要到郑安一看，只能看出一点来，那就是赔钱。还有运费呢，你这批1000把吉他装一辆9米6的卡车算，从郑安到广州，平均每把吉他要增加20元的运费，这整车的货就得增加20000块的运费。是啊。清华，你这批货我做下来赔了。是啊，清华，你都亏了，我们还干嘛呀？就是干嘛去？亏本的生意我们是不做的。是啊，清华，为家乡做贡献，您肯赔钱，我们佩服。可我们不能陪你这么玩啊！对呀，哎，清华，在广州，咱要人有人，要料有料，要供销渠道有供销渠道，
在镇安什么条件都没有，还是回来吧。对，对吧？对呀，回来吧，回来就好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应该有自己的想法。什么想法？我相信清华不会打一场没有准备的仗。